若很丑呢？你不丑，你很美。只要能为主公解决麻烦，霸天二王我也接受。如果三人若假身不死，从此就得浪迹天涯了。杜若烟誓死追随主公左右，一口假仁假义，便是要盘生死机缘，全凭造化。今日起，你我主公已尽，终是不能遂自己意愿。此乃天选，而非人选。总有一日，我会让新阳袁氏的堂号响彻天下。